2022年属狗的生肖运势，属狗的今年是三合年，这个三合是气势潜藏的三合，易经有云潜龙勿用，你可以安排学习或事业上的转换与规划，但还没有到第一线展现自我的时间，所以不要太过锋芒毕露，可能会被针对，有些方案可能会胎死腹中，所以今年的建议是暗度陈仓，要做事赚钱偷偷来就好了。今年也有白虎官，建议去安太岁，避开一些命理中的神煞。正财普通，但是有偏财，可以去赚外快，当中介，当别人赚钱的贵人，对自己也有好处。读书考试运好，可以安排考研究所或证照。家人关系比较收敛，要安排时间相处，以免感情变淡。桃花运不好，保守比较好，否则容易破财。但如果有对象，今年是适合结婚的年份。祝福属狗的朋友们，虎年行大运。